你吃啊。对了，你跟凯蒂姐认识多长时间了？10年。难怪，她真的很懂你。别吃了。不行啊！分地盘，立规矩。窗帘的事情我已经跟你说过了。除此以外，这个房子、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、你自己的房间，任何地方你不能随意出入。我的东西绝对不允许碰，尤其后面那些手办，每一个都有我的记号。你碰了我就知道，一旦你碰了我就……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动你的东西的。但是我也不想住在一个垃圾堆里，请你对公共环境的卫生能有一点自觉。除此之外，就像在外面的合租房那样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如果能不见面最好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公共区域是不是也得划分一下？这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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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里、那里都是我的地方，你呢？独特共用，使用时间是上午12点到晚上10点。10点？那万一我回来晚的话，煮个宵夜怎么办？不煮。我的，我的，这些都是我的，你的。上面4层是我的，下面2层是你的，东西不要和我混着用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你东西这么多，4层够用吗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东西，要不然我就卖一层给你，怎么样？多少钱呢？你的冰箱，你说了算。